亲爱的藏友们，今天是陶雅世家周六精拍拍第七期。大家都认识全国著名古陶瓷鉴赏家陶雅世家技术总监李晨老师，您给大家说两句。好，我们说收藏要抓机遇，以谋略创格局，两者携手同行，有如我和你。我们要玩出小名家大手笔，慢慢来，别着急，别着急。哎呀，这谢谢大家，说的太好了啊！慢慢来，不着急啊，咱们就一步一步共同成长。好，李老师，您给大家一一做一介绍。好，下边我对本场精拍拍的六项拍品做个解说，以便大家选购的时候呢能有个参考意见。我们首先说这个青花莲子罐，莲子罐应该是明清瓷器里面的高雅的器型。我们看这件莲子罐的青花发色亮丽沉稳，纹饰绘画呢有自然的天趣，也有笔墨的情趣。确实这绘画很精良啊。这样的莲子罐，咱们可以说像这么精良的莲子罐，要么是崇祯，要么是康熙。从它青花发色也能看得出来，对，当时的精品。从它的器型也能看得出来。但是我们大家行里人都知道，如果这有暗刻的，上下有暗刻应该是崇祯。我们这件呢就有上下的暗刻，莲子罐有上下暗刻，崇祯时期的莲子罐，那是民窑西路精品瓷。这件呢我们看它的胎质细密硬朗，器型端庄秀丽。我们说这件瓷器应该首先说是老的，不给大家包老，保真典型，保到代，确实是崇祯的典型器。像这样的器物市场价值应该在12万元到15万元人民币。咱们起拍价，我们的起拍价51000元。51000元，一半下来。好，空间很大。对，这是一件。第二件我们看很漂亮啊，器型线条流畅，整体非常秀美，又是人物，八仙人物，而且它的瓷器品种是粉彩，可以说是细路粉彩吧。细路粉彩，笔墨精良，我们看这个，不管是男士、女士，真是古装，而且是秀举带章，有那种灵动感。对，真是这样。这件器物我们看啊，如果按理说，应该清中晚期都有这样的器物、器型和色彩。对，我们为了稳妥起见，我们技术组专家团把它定在清光绪。有点委屈啊，有点委屈。可以给大家做一参考，做一个最底线的啊。这样的器物在市场上应该在2万元左右，起码是这个价。对，我们的起拍价是9000元人民币。我们再看这件，再来一个，有。年岁差不多。朋友们，这样的器型，我在故宫的故宫康熙御窑厂的瓷展里边，我看到过这样的器型。典型的是从康熙开始就有这样的器型，叫什么呢？叫盖缸。盖缸是富贵人家或者官家，是汤盆，小汤缸。盖缸，
而且我们这个是紫金地儿，开光粉彩，花卉纹改稿，这个而且我们看它的圈足，气里和外墙的釉表老气十足啊，有守旧感陈旧感，是一件老的器物，应该到什么时候呢？请乾隆。乾隆啊，器型从康熙开始，哎，三代嘛，是吧？对，胎质非常硬朗，对，胎质非常非常硬朗，造型周正，对，保存完好，哎，非常完好。市场价格应该在30,000元人民币，30,000元人民币，我们的起卖价13,000元，13,000元，好，大家关注啊，好东西。好，我们再看这件花盆，花的十分细腻啊，我都非常喜欢这种啊十分细腻的花盆。我们看画的是什么呢？冻石雉鸡牡丹，牡丹，牡丹，雉鸡牡丹。这件花盆啊，我们从它的里心，啊，到底的胎面，我们一看就是老的，而且它的整个外墙有守旧感古旧感，花盆能保存到现在这么大的花盆，这么完整，实在是很难得了，很难得呀，确实很难得，确实很难得，这个精细程度，绘画精细程度就十分难得，而且完整，什么年代？它的年代呢，应该是清光绪，光绪，标准的光绪，标准的光绪，细重。这样的器物的价格呀，应该在15,000元到2,000,000元人民币，我们的起拍价7,000元人民币，7,000元，都是拦腰的啊，对，都是拦腰的。这要过年买回去，送上一本鲜花，多美啊！太好了，那就屋里蓬荜生辉了。啊，有历史背景，有时代特征，非常好，非常美，非常之美。这是两个，一对儿啊，一对儿，立件啊，难得。我们当然说，趴件不如蹲件，蹲件不如立件，这是立件。而且我告诉你，首先说是老的，老的，从历史的传承，古人的传承。是吧？岁月的洗礼，常见的吸纳，市场的认可，这两件东西也是很高贵的、高档的。这件器物我们看，首先看呢，画的是雉鸡牡丹，这雉鸡牡丹什么时候开始有的？从明嘉靖的时候就有，就多多出现在，瓷器上，瓷器的绘画中，但。明晚、明末到清早、清中秋，都有这样的纹饰，都有纹饰，很吉祥的。对，这件器物啊，我特别端详了它的胎质，胎质，而且和它的彩面，按我个人看，应该能到清中期，能到道光，有这个气象，对，有这个气派。我们专家组讨论的时候，把它定在清晚期更合适，好，这样更稳妥。这样真正是保底了，对，保底，保底，完整，而且绘画的精良，精良程度非常之高，非常之高，而且啊，真是一对儿啊，李老师，对呀，这是对着画的啊，这一对不是一组，是一对儿，一对儿很难得呀，精心制成的，一对儿的价格比一只乘二还要高，那高多了，高多了，高多了，很难，这样一对儿的市场价格，在咱们。市场里边应该在80,000元左右以上，应该以上80,000元以上，应该以上。对，我们的起拍价呢，应该是51,000元，51,000元啊，这对好好东西啊，对，这个将来留起来是价值，以后的空间是非常大的，非常之大，好东西，好东西，好，今天我们的拍品。啊，就是这么六组是吧？六项是吧？其中，这个明代的是吧？清初的，这乾隆的，乾隆的是吧？尤其这个小碗，那是
小，虽然小，但是分量很重，分量很重。嗯，要是您看看，您大家还有什么再祝福祝福？朋友们，上山是虎，下海是龙，商界、政界你们都能傲立群雄。我预祝大家能在长界也能取得成功。好，这个祝愿非常之好。嗯啊，好，那咱们就下次再见，下次再见。